莫鲁罗亚 VS 普莱舍星人，一位是宇宙怪兽，一位是魔法怪兽，两位到底谁更强？我们先来看看莫鲁罗亚。莫鲁罗亚号称宇宙飞蛾大怪兽。莫鲁罗亚原本是一位安静的美男子，如果不是地球人闲得蛋疼把莫鲁罗亚星球炸掉，莫鲁罗亚也不会来到地球进行破坏。莫鲁罗亚有着无数的飞蛾小弟，一出场就自带大哥的感觉，连我们的光之国太子爷见了直接从奥特曼变回人间体，并回到光之国去搬救兵，可以说是所向披靡。而普莱舍星人号称魔法使，手中的法杖千变万化，跟魔术师的魔术帽差不多，格斗之王雷欧见了都直呼牛逼。普莱舍星人不光有着强大的魔法，其自身的长相也是非常的吓人，一双黑漆漆的大眼让人看见毛骨悚然。根据以上数据分析，小天个人认为还是普莱舍星人厉害，莫鲁罗亚最多也就是请来了奥特兄弟，普莱舍星人差点让雷欧团灭，要不是奥王老爷子及时出现用锤子拯救于雷欧水深火热之中，估计地球该覆灭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分析的数据，如果你有其他意见那就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